看看什么问题给他解决了。平 A 掏一下，进草丛吃药。你不补刀啊？你不补刀，我就在这等着啊！你爱补不补，对，你不补拉倒，一个兵你也别吃啊！不吃兵，哎呀，这盖伦。A 接掏，接平 A 接掏走位。掏 AW 升三，平 A， 平 A 接掏，接 A 接 W， 接平 A， 他带着点盐吗？啊，他带着传送，那没事啊。攒个孤立无援 ，EQW 接点盐，平 A 再 A 一下，哎呀，炮车没吃到。完了，这兵补的稀巴烂呢。起飞喽！哇，这努努是疯了是吧？这努努，努努疯了。W A 接 Q， 来呀！别急上啊！一过来 W， 打一个黑暗收割，可以回，也可以不回。我们可以回血，而他不能回血。努努记仇了，这努努啥也不干又来一趟，哎呀我天哪！记仇了呀，努努。很遗憾，我也记仇了，小伙子。俺俩这仇结下了，努努啊。A 掏 ，A 接 W， 平 A 吃药 ，A 接掏，再 A， 再 A， 再 A， 一 Q A W， 升级进化。看能不能吃个塔皮啊！谁来了？努努又来了，来来呗！来他又能干嘛？我先来个皮海，再来把长剑，来个西地海啊！你们能听见我风扇声吗？我说话的时候听不见吧？我要刺穿他们。一点点，
我把麦克风往左边点儿。哪有呼啦啦净扯犊子，哪有呼啦啦，我那是那是滋滋滋滋滋滋。得，我也不问了，我一问就是，哎，能听见，能。我要不问也没人说。还多年经验，应该是清没清灰。我前天刚清的灰，你这多年经验可不太行啊。掏 A 打，打不完溜。再掏，打不完溜。看看松露怎么回事儿。松露如果他不走的话，可以杀。嗯，可以杀。O A 滑滑溜，傻眼儿。开 R E Q 套点烟 A 一下，开 R 滑滑溜。你去上路搜啊，挺好。世界美味无穷。换个扫描。你要是这样搜的话呢，我可能就得搜一搜俺们家的野怪了。那凯隐000还能变身了吗？闪现 A 掏，先把他塔皮吃一下，突然变成中单螳螂了。这弩弩咋的呀？那谁要来了啊？齐亚娜要来了，不跟他打了。来，进塔，万打万溜。只要我们不交易就没有威胁啊。为什么变成中单螳螂了呢？赶紧回家出我们的魔宗。无敌了。哎，这塔皮你不吃啊？你是真怂，我发现。这不吃塔皮死死了呗，180呢。怎么的呢这齐亚呢？往哪走啊齐亚呢？瞅一眼啊，先扫一下。来打不敢溜。我飞走了，好大。好大呀。打不完溜，
两个人去下了啊。我们也可以往下走一走，没关系，不要害怕，我就在旁边。你看他俩敢不敢来？不要逃避。我给你个 W， 你也吸地海呀？生个翅膀来往上走，这波他俩可能要推上塔啊，我们得赶紧过来帮一手这个蓝枪，这蓝枪百分之百要被越塔了啊！一过来 W 接掏，哟好，吉安娜去下路，这也能双杀啊！快点猜，即将脱落了。好像还能拆一层，15秒够拆一层的不？差不多。无敌啦，魔切啦，这边直接杀他啊，3、2、1，这么两个半玩能要杀我，起飞，W减速，兄弟，如果这波啊，我要是跑了的话，你也跑了吧，确实也是打不过，拉倒吧，我没蓝了，我先来一个德克萨斯木印啊。这波往下走，下路指定老了点了。你打他，他没有伤害。这乌鸦已经无敌了吗？没有虚区，哎，掏接一技能起飞接掏。这波我们来的非常的及时啊，把下路塔给他拔了，先插个针眼儿，看看有没有视野，估计蓝应该有，把蓝打了。把寒冰杀了，来 W 一 QA， 一过来 A 一刀掏一下接平 A， 一过来 A 一下 W 接 A 接掏接 R 接平 A， 一过来接掏一下 W 放 R， 闪现 A 接掏死飞回来打蛤蟆，无敌。
原来 ADC 是塞纳呀，啊，辅助寒冰啊，就剩你一个人了，你想怎么的？宝宝妞，一上来，宝宝妞死了，起飞，给个宝宝妞减速。扫一下看有没有视野啊，他吉亚娜敢来我们就把他杀了，来把眼儿排了，扫一下，直接一 Q 点燃 A 绝法不溜下去杀塞纳，这位置没视野。Hello, it's me。 一过来 W 溜闪现了，开 R， 哎呦我再开 R， A 接掏，W 溜一下，别着急啊，再 W 溜一下，海野来了，等一会儿再打吧，溜一下，把红打了吧。我伤害有点低。把收集者除了。再来个夜刃之风，昨天晚上我看这个视频，算了不跟你们说了，省着我又带起一波节奏拉倒吧。其实没啥意义，不说了，怎么地儿？回家出装备。说一半我也没说，你就当我没说吧，我也没说一半。假如说我这现在发生了一个事儿啊，我昨天晚上这个摸了一下我的鼻子啊，又摸了一下我的嘴，然后我不说了啊，这就叫吊胃口，我这啥也没说呢，吊啥胃口了？来了盖伦，我是不是没杀过你？我发现人有点多啊，打不溜，再打不溜，这寒冰挺烦人呐。我们先跳弹跳下来啊，看看有没有能杀的人，去吃狗屎的。绕一圈，绕到上面来，可以打了。W 一 Q 一过来掏一下。R 开启了 A 接 W 溜接 R 接 A 接掏接 A 一下15级，有红吗？把红打了，投降。Victory.
哎。